在迷你世界中免费领取迷你币的方法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的迷你币可是硬通货。比如说眼前的这个小男孩，官方大大对他的命名唐可意，我们要想拥有他需要支付328个迷你币。如果你也喜欢唐可意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这个领取迷你币的方法被官方大大隐藏了起来，我们要想找到他也非常的容易。首先点击商店，在商店中找到礼盒和抽卡，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筑梦礼盒。小伙伴们，这个时候请看左下角，我们一周居然就可以领取38个迷你币，并且它是免费开启的，并且只要你运气够好，你在开启礼盒的时候也是可以获得迷你币的，一个月至少可以搞到200个迷你币。而官方大大出的皮肤都很便宜，比如说贝瑞卡它才需要328个迷你币，也就是2个月就可以盘到它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贝瑞卡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当然也有更便宜的皮肤，比如说小海峡摸塔，它只需要198个迷你币，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搞定它。这个免费领取迷你币的方法你们学会了吗？